豆角炒外婆菜，真是又香又下饭。豆角切碎一点更容易入味，油热把鸡蛋炒散盛出备用。葱花蒜末炒香，倒入豆角炒至变色，然后来一包乡野红姐家的外婆菜，炒出香味，加一勺生抽一点点盐，倒入鸡蛋和小米辣，翻炒均匀即可。